之前由周润发、甄子丹、郭富城主演的电影《大闹天宫》举行了蜡像揭幕仪式。那么甄子丹和郭富城呢是现场亮相，和自己的蜡像来了一个亲密接触。那么这蜡像的造型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呢？到现场去看一看。蜡像素以还原度高著称，当专为大闹天宫制作的群像揭晓，现场众位见惯大场面的明星们也都不淡定了。特别是出演牛魔王的郭富城，对着蜡像上看下看，左拍右照，百分百的爱不释手。哇，太像了，吓死人了。他好像有心脏的一个会跳的。哎呦。之前的有点失真，这次的蜡像绝对能扳回一城。不过相对于郭天王的洋洋得意，甄子丹看到自己的齐天大圣造型只是象征性的摆拍几张照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演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才可以真正看到这个像似的度，你光这样看呢，就当然他是比较呆了。大圣蜡像到底像不像，恐怕还得影片上映见分晓。不过甄子丹的认真程度也可见一斑，对自己工作毫不马虎的他，就算时间很紧张，助阵好友周杰伦歌唱也是尽心竭力。也不想观众，我来看周杰伦不是看甄子丹的，我不希望就是丢 J 的脸了。表演是星期五晚上，然后我星期一才接到他的那个歌词，才学他的龙卷风。我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。我不能再想。我觉得你唱功怎么样？我烂得要命，谢谢。